好，即马继续即个进行市政总质询。啊，即马由着咱蔡素秋金议员质询，时间50分钟，蔡素议员请。啊，咱大会主席啊，咱的李院李议员啊，咱的秘书长啊，咱起户咱的赖市长啊，咱的秘书长啊，带领咱遮一级主管。啊，咱议会遮个同仁、遮个记者、新闻媒体，啊，遮个乡亲士大、遮个议会遮个好朋友，啊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啊，现在是我啊，加倍认真蔡素秋金啊质询的时间。咱针对吼，咱今年的天然灾害造成了农渔民的损失啦吼。啊，咱的天然救助啊，甲金龙阿伯发放啦吼。啊，咱要请问咱的农业局长吼，农业局长，唔是我无要问你，农业局长，咱是唔是即马咱的救助金拢阿伯发放？你爱去关心，啊嘛爱去追踪啦吼，是袂当好较早来发放的，互咱只渔民会当较好过冬的啦吼。我没有要你回答，没关系，哎，请坐。请坐，我无必要你回答。啊，咱知影啊，咱的农渔民拢是靠天咧食饭啦吼。那等到即个风台天，也是旱害时阵啦吼，因一冬的辛苦甲修行吼，拢去了了啦吼。啊，等到要来申报即个旱害的时阵啦吼，有可能因走去远，走去阮阿咧做工课啦吼。有这个公文啊，收袂到，有可能公报那听无到啦吼，所以往往吼，拢失去了吼啊，这个要申报，这个错失了，这个要申报这个期限啦吼，所以引起了争议啦吼。啊，要申报的时阵吼，因在附足济个文件啦吼，啊，因为咱方农渔民拢是一挂老人啦吼，为着迄几张纸啦吼，因拢来从出从入吧吼。看实在吼，啊，事实嘛做唔甘的啦吼。下一张，啊，本身吼是1802年啦吼，有来接受这幼儿交保券啦吼。咱一家啊，要来感谢咱的社会局、咱的教育局、甲民政局的配合啦吼。已经互这妈妈唔免得为着要申请户籍填本。啊，早起都请假啦吼，所以这妈妈拢真感谢，啊嘛真欢喜啦吼。所以咱来用这个农业啊来做这鼓励啦吼。咱讲农业要申报的时阵，伊嘛是爱付这身份证资料影印本啦吼，啊土地资料影印本，啊咧存折影印本都印章啦吼。了，因申报的时阵，因就爱去证，啊证了的时阵吼。因确实吼，就爱有安怎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啦吼。因爱当修行好，他来验收啦吼。验收了，因爱当来拨款啦吼。不过吼，当着这个旱害到风台的时阵，因要来申请这个救助金的时阵，同款爱付一模一样的这个文件啦吼。啊，咱一家要来啊，拜托咱的农业局、咱的呼吁啦吼，是不是？咱会当吼，这个申请文件会当。简化便民啦吼，啊，请咱的啊农业局长啊，你来做一个说明，看我多无？啊，多谢啊，蔡素啊议员哈啊，关心这个农损的这个救助的代志啦哈。啊，事实上讲起来啊，咱这个农损哈的救助，因为啊每一处的这个灾害哈，有当时啊拢真大。啊，那卡数公这资料哈，伊是必备的文件啦哈。啊，所以有当时啊一寡迄个相关的资料，咱迄个公所的人员吼，伊都爱过去调管，爱过去这个影印。啊，所以有当时啊吼，你若讲所有的工课拢由公所的人员来做吼，恐惊伊这个负担会真大啦吼。啊，当然咱议员非常关心这个吼。啊，譬如讲渔损的这个部分啊，譬如讲养殖登记证。也是讲迄个放养登记，吼，即我
农业局这边遮吼连线的系统拢有。啊，至于讲你讲迄、那个啊，即、這个啊，咱迄水权的登记这部分，因为咱现主持是无连线，啊，所以阮可能呐，迄个爱国家啊，咱水利局这边遮吼啊，做伙个研究看嘛，怎么样来做啊？怎么样来做才可以简政便民啊？加速这个叫做啥啊？这个救助款的啊，这个合办的迄个速度。好啊，头拄啊，咱啊议员有提起讲啊，这个七股这个部分啊，我现主持哈啊，七股的这个部分哈啊，农作物的这个部分是做完成啊，啊，迄水产的迄部分，到渔产的这部分啊，也未做完成啊，所以我这边我会搁甲区公所这边车来催办哈啊，相关的这个工课哦，我相信啊。咱议员非常关心，我也同款咧关心啦吼。啊，每一个迄、那个啊灾害即个救助的工课啊，我拢要求讲啊，迄、那个区公所吼爱尽速来完成吼。啊，希望讲赶紧把这救助金啊拨入农民的户头。局长，因为像我要来咨询即个程序呢，以咱的行政程序流程啦做好啦，首先咱公所的人员不足啦。大概因若要来办理这个灾害补助的时阵，是做啊无眠无日，甚至无假日，无拢咧加班啦吼，无打紧啦吼，咧已经吼，伊沦为吼，互人讲赌注啦吼。啊，咱这流程确实若无做好的时阵啦吼，流程无做的时阵，有可能就是为虾米咱的救助金会遐慢落来，就是伊要补物件。马甲要补迄人，马甲要补迄人，所以因为这物件无齐全，较延误因领这個救助金啦吼。所以我今仔日重点就是要叫你简便吼，这个简便这个方法就是安尼啦吼。啊，所以咱嘛希望啦吼，咱嘛希望讲咱这个流程、这个程序要简便，咱适用于直接渔业啦吼。因为渔业你讲啊，你拄只讲因为水权证，恁农业局交水利局无共嘛。啊，农业局交水利局无共，就共款像咱以前幼儿交保健嘛。那么是由那个社会局造册去由民政局安尼念嘛，这流程咱就是会当去啊简化呢，吼、哦。啊，局长安尼紧速执行了哈、啊。好好。啊，这是阮的啊七股的第一公墓了哈。爱锦林伫咱的176线，伫大寮白水桥的边啊啦哈。伊的面积吼是3.85公顷嘛吼。嘛是离阮的七股伫嘉义甲七股的交界啦吼，啊，这是七股要入去吼，一个门面啦吼，啊，所以吼，来下一张，咱是1994年10月吼，已经哪个讲进场已经满10冬啊啦吼，啊，其实咱市长嘛真关心嘛真重视这议题啦吼，嘛捌叫我的乡亲吼，家己亲自去会勘啦吼，啊，所以这个公墓迁葬吼。一直是第一个期待啊，加一个心声啦吼。所以讲为着这公墓若迁走，阮第一类发展，阮的市容美观就会去改变啦吼。啊，所以咱一只啊，要来请问咱的民政局长，你这公墓是毋是有迄个执行啊？外久要来完成啊？你来做说明者。是啊，感谢蔡所议员对啊七股第一公墓的这个关心吼，因为这按合并新界第一档，其实啊，咱地方的人士吼。啊嘛，拢定定有去反映。啊，其实咱嘛去现场看过那边，嘛做过即个啊评估吼，因为伊按1994年开始建造，啊，已经有超过10冬以上的即个时间吼。啊，内底的即个墓数，即卖有427墓啦吼，这拢做过完整的清查啦吼。所以啊，有高啦吼，规个迁葬的费用爱将近。刚墓的部分啦，吼，后续无迄个，刚墓的部分大概有够爱2200万左右啦，吼。啊，因为前几冬其实啊，地方希望讲会当清刷起来了后做一个公园，啊，因为啊，这配合这个干部局相关的计划，拢有做过评估，所以前几冬大概拢无法度有安尼啊，并无这个新建。即、这个新的公园的必要性吼，啊，但是因为咱即摆即几冬对啊村庄的部分，其实咱拢有开发新的用途，啊来做一个简易的绿化等等的方向吼，啊，确实即、这个啊七股第一公墓，确实是按咱七股甲嘉义非常重要的道路啦吼，尤其即摆七股嘉义观光的发展，其实按这条路经过的人实在是
我嘛愈来愈侪啊啦吼，啊有即、這个啊必要性吼，啊佮加上啊，阮即摆对公墓的陈述有一个完整的计划啦吼，所以即个部分的陈述，阮会拿伫每年度吼啊来筹措即个相关的经费来办理。好，局长，你直接承诺，你讲的搞来做的搞啦、這個、因为即摆咱拢有完整的即、這个啊规个对专区陈述的部分吼，啊所以啊针对即个部分。啊，七个第一公墓，因为市长嘛非常以及去关心这个对地方的这个发展的部分啦、啊、吼，啊，所以阮有做过几个完整的评估，啊，会拿你明年来筹措相关的经费安尼。好，局长，谢谢。安尼拄只吼，咱的民政局长有讲嘛吼，咱要来做绿美化吼，啊，无本身要建议啦吼，因为七个属实欠足些这个啊，这个综合的体育啦吼，的场地啦吼，啊，所以咱嘛问咱的教育局长。咱这个地未来吼，明年呐，伊迁葬完成的时阵，啊，咱是不是来做一个运动公园？你看你的看法嘞？是，哎，谢谢议员的建议哈，这个我们在做整体的评估，还要评估。你先啊，看我的艺术图看呢，你心内有一个底，袂使用评估啊。好，这阮嘞，迄个配合咱民政局啊这边的进度哈，再来过来这个整体规划安尼啊，嘿。安尼市长。謝謝市长，阮是建议看，遮要做一个运动公园。市长，你有啥物看法啦？吼，当然，即个财经，咱财政有问，有可能咱的经费上有困难嘛。咱会当一个，互大家一个心目中，会到即个伊问题，就讲啊，议员啊，遮到底钱总了要做啥？我嘛会当啊，乡亲做回答啊，吼。啊，市长，你的看法？好，迄、多谢蔡所长议员吼。他拄啊，民政局陈局长已经甲你报告啊嘛。啊，咱这个七个这个公墓迁徙已经纳入伊的工作计划内底啊。啊，迁徙了后变做一个像头拄啊蔡所长议员你讲的运动公园，这嘛是一个真好的方向。啊，不离过咱有哪爱去规划设计，也是讲有其他无同款的意见，吼，无同款的建议，吼，这咱拢一起纳入规划了，吼。啊，不离过我是认为讲你这个方向是可以来考量的。谢谢，谢谢市长。本身吼，1803年有来接顺这个一区一公园啦吼，啊，咱的市府嘛真重视这个议题啦吼，啊，用心规划，嘛已经核准2000万的经费咧开发这个龙山公园啦吼。下一张。啊，咱嘞龙山公园呐吼，伊是伫龙山溪干交龙山宫的即个南边啊吼，紧邻南31县呐吼。啊，所以即个龙山即个聚落吼，咱一直常常是海水倒灌呐吼。啊，即海水倒灌淹水的时阵，啊，市长吼真正拢冒着风雨吼，啊，亲身去做视察啦吼。啊，伊嘛已经投入4800万啦吼，4800万的经费，啊，这治水问题已经改善啦吼，今年嘛要看到淹水啊吼，啊，所以咱来问咱的公务局，咱的龙山公园的进度。龙山公园目前由七股公所吼，那目前是在上网招标中，第一次没有招标出去哦。那为什么招标不出去？想修。这要去分析啦，吼。不过伊下个办这个第二次，啊，假使若讲，咱无人要表动，爱去检讨，吼，是毋是单价较低，还是安怎？安尼这样先做吼。啊，咱市府吼，啊，107月有回函啊讲啦吼，咱的公园完成了后吼，咱的南31县吼，也路宽会变22米啦吼。啊，即卖这个溪会边啊吼。因为边啊，这瓶颈段呐吼，啊，本身吼啊，即久了一直咧积损嘛，加进嘛，我无看到进度啦吼，也无看到恁诶即个进度来做说明啦吼。下一张，你啊看1801年本身就关心啊啦吼，啊，咱即个啊，溪边啊，则是一个6米宽啦吼，啊，咱要交即个22米宽吼，做一个对等啦吼，即个不等宽的即个道路啦吼，是非常的危险啦。啊，为啥讲咱来扩宽即个31县呢？因为咱即马吼，咱的龙山里属实是一个观光的景点啦吼。啊，七股有七宝，有海产，有观光景点，有下午黑面琵鹭，拢要予大家去看啦吼。啊，咱既然咱已经投入遐尔济经费啊，投入遐尔济心思啊吼，咱的公园改建了后，咱的治水也做好啊啦吼，啊，所以咱的游客交观光客吼，
有可能未来有真侪车辆吼，伫遐咧会车啦，啊，用足侪游览车要去观光景点，直接角头吼，直接角头哦，定定去要弄掉就对啦吼。啊，弄掉的时阵，咱嘛希望讲吼，啊，咱是不是咱的这个公务局吼，公务局咱是不是当来紧缩偏的预算吼？啊，这有省的当啊，这不等款加一站吼，一百公尺尔，较紧来呀啊，扩宽完成啦吼。来，咱的公务局。诶，刚好这条经也很扩宽加。这个南三十一线吼，最主要是头前这站吼，因为伊有迄个议会的这个办公厅底下，啊，拍袂着底下吼，啊，所以过去咱这条路的这个规划是十二米啦吼，但伊唔是像当时计划讲有迄个强制性遐管吼，啊，所以过去较困难的所在就是这个议会。讲伊一直无也无同意吼，啊，迄阵后透过农业局吼，但是一直也未讲好势。啊，最近吼，后建议讲要拓宽做八米，啊，拓宽做十米的，吼，啊，所以这目前阮还阁继续交这个协会阁咧协调，就讲反正唔免拓宽啊十二米，安尼是会当拆较少啦吼。但是，最近因的看法那是讲爱往协会边拆，吼，就讲单平，因为单平也有厝。啊，搭厝较济，所以要对这个西，对唔那向议会这边听，所以这吼，阮唔那个努力吼，佮交这个议会，大家做协调，啊，确实啦，同意吼，就阮来编这个经费来做处理。因为吼，根据我知影，议会是有同意要还钱，要还钱扩宽啦吼。因为议会嘛是讲真诶，民间一个社团啦吼，团体啦吼。啊！议会伊一直因嘛咧想啦，若要迄个迁走的时阵吼，要按扩宽的时候，伊一直要爱按市府的经费啊偏吼，伊迄条在定期伫办业啦。我是感觉这个物件爱思考啦，因为议会伊家己嘛想咧营业啦吼，所以这爱在思考。啊，两个住户伊是同意互咱征收的啦吼。啊，所以咱无论安怎吼，咱已经啊这个完整性拢做甲遐好啊，剩这个等咱最后一里路临门一脚的时阵，那偌艰苦，咱这南三十一线咱嘛是爱来扩宽哦。安尼我相信这扩宽了，地方的经济甲就业机会，还来还有迄个机会就对啦吼。啊，所以咱的啊，咱的事务者吼，咱嘛是爱拍拼啦吼，袂使讲吼，你当地要瓶颈了，无啊处理啦吼。好，迄个蔡议员吼，无我请干部讲啦吼。含你遮，大家来配合，啊，我若招里长，啊，搁去参这个议会，遮大家搁讲，吼、哦，啊，因为议会伊来当选，咱就来编预算，来拓宽这条道路，让伊变整个的建设会当较完整啦。啊，但是你若有若请议会吼，会当体谅着地方发展的需求啦，哦，啊，所以有若请你会当成全。应该议会来协调，应该他有共识啊，因有共识啊。啊，如果有共识的话，伊是欠一条经费还签煞安尼尔啦，应该有共识。伊老伊下骹伊的那个义卖场，伊要保留啦，剩的伊要签煞，伊同意啦。安尼签煞我看，安尼。啊，当然，咱来看一台，会当两台游览车、火车啊，火车会过的这个跨度啊。哦、我想实际上啦，哈。至少咱若有，咱若确实有扩宽一台，至少游览车要过，伊袂去弄掉啊，伊这转弯袂去弄掉。恁地方再过去协调啦，好不？好，感谢好，啊，咱就择期会勘啦，哈。啊，你也看咱的啊，婚姻人吼。等十八冬啊啦吼，啊，终于等到咱的代的婚姻风波要歇后来动工啊啦，等了嘛有价值啦吼。啊，你也看啦吼，阮的台南台啊七股校区啦吼，伊1901年啦吼，有开一个开发的环的现况的干部啦吼。伊讲的1804年到1805年的以前吼，伊要这个环境与生态学院大楼。理工学院大楼，理工环生学院要搬迁啦吼，结果决定啥物都无看啦吼，已经荒废在一档啊啦，荒废在一档啊，你也看，哈看嘛一块石头徛伫遐啦吼，啊，所以咱要请教咱的啊都啊局长，你到底有去交这个台南大学做一个沟通，这个台南大学的未来啊，到底是要去唔去，你嘛爱来做一个报告。好，甲议员报告啦吼。一开始过去台南大学吼，就是为着讲咱要伫咱东区用这個小巨蛋吼，
转伊规个原地核准的撤销计划搁顶盖，但最后这个案拖到103年底，啊，正式被这个行政院跟教育部都否决嘛，吼，所以他在104年，他搁规个退等于下校搁顶修正。即马我了解是讲，伊即马重新再把计划呢再修回原来的，但是呢，有一部分人文学院的部分呢，他还是不愿意搬到七股来。所以在未来是以还是以理工跟生态，学院为主，啊，这部分呢，就我做了解，伊当七月份有搁提一遍，但是后来又被这个经济国发会啊再请啊再修作为一个简单的修正，因有定伫阿各位搁要提报去教育部，搁国发会搁做最后一摆审查确认，啊，阮是有咧拢持续咧追踪吼，阮是希望即摆最后一摆看甲修正好过吼。安尼当加速伊个经费个迄个核定，若无伊部分个经费其实拢已经核定好啊。局长，我是感觉予恁一个建议啦吼。伊一点讲要去，甲即嘛拢无看到半项啦吼。是。啊，所以讲伊要去无看到半项个时阵，咱是毋是咱个台南岛爱予要去个时阵爱予伊一个期限？要讲啊是10年来要去好，啊是20年来要去好？你爱予一个期限啊？是啊，伊主要是国发会遐吼。就是为着进前的代志，伊擅自去调动迄个撤销计划吼，较会无甲代志阁加无4-5档，拢浪费伫即个心渣啦。啊，所以即马最近，阮看的是讲，伊最后修正的版本是比较务实可行啊。所以，阮嘛希望讲，伊阿哥会上去国发会较紧啊，最后甲核定伊的计划。伊其实一寡设计费、规划费，拢其实已经早就有变啊。啊，就等最后即核定了，就当顶档。好，安尼局长，你爱努力。是。你讲伊呐，要去唔去，拢爱还一个明确的答案。如果那唔去，咱嘛希望啊，伊废除这个啊保养。安尼废除保养的时阵，咱既然嘛贵啊，伊已经哈一当无去啊，咱来废除保养啊，咱嘛是伫七股吼。你看咱七股的这个一挂建设，一挂观光景点，拢已经灯塔等做好啊。咱我相信吼，咱这个。这个曾文溪桥嘛，已经吼啊嘛，已经要来规划啊，整个交通网、整个观光景点拢有啊吼，咱会当啊退回来啊，啊，所谓120公顷，咱来做一个啊海洋生态的这个博物馆嘛，会使啊，对无？咱未使讲，互伊讲啊，你伫啊咧计划，爱伫坑遐。哎，市长，麻烦杰市长，我做寄动，做寄望你期待啦吼。希望在你的任内啦吼，是不是会当啊？这個台南大厦问题来做一个解决吼，来这個问题做解决，让阮的乡亲有一个交代。因你放台面啊，无要来收回，乡亲嘛唔知啊，地方嘛拢无建设啊，这所在放伫遐，啊你要去，大家遐苦苦等啦，啊等啊较紧啊，拢无一个结果吼，是你的任内当然完成。那个议员，我给你，是不是咧？给你建议好不好？咱议会来通过一个专案报告啦。要求台南市政府跟台南大学来做报告，伊讲七股校区伊即摆伊要安怎处理？因为我原来我的态度是甲你同款，伊竟然无能力通去兴建分校，啊应该要甲土地兴予台南市政府啊，伊也是讲国有财产局，但是最近校长新任的校长来干部，哦，伊有相当的诚意。要来推动这个代志，但不离个，我认为讲这个重大代志，地方拢关心嘛。卖讲干那参台南市政府来做说明，应该来台南市议会，哦，啊来做报告，啊，予咱议会来听取，啊，看因的计划安尼好唔好？啊，到时咱卖当利用迄个机会，改定一个时间，哦，什么时间来完成？如果什么时间无完成，议会要求回执。对，应该爱把这个土地还给国家，哦，也还给所有权人，安尼。嗯，市长还是真好啦，我所以无感谢你啦吼。市长，咱来看咱这条道吼，咱以前咧会勘的时阵吼，市长你以前向东看，敢是底下想讲，但台下无在调啊，起未成啊，你敢是迄个心思啦？无啦，我迄个时阵是总是希望吼，每一件代志拢会当成功嘛。嗯，啊，成功总是对台南市是好代志，不只是对七股，对台南拢好代志。但是后来吼，无几个讲发生足侪代志。嗯，哦，啊，原则上是本身学校都少嘛，人数无够，伊本身的溃烂都无遐大。其实
其实是以我所在因校的吼，遐个两个科系无爱愿意来，就是讲吼，伊当初我主学时伊嘛是安骂甲足严重啦。伊的主题敢有要去伫遐呐？遐呐偏僻的所在，交通无方便的所在去读册啦？请问你自己啦。所以咱啊，迄个所在吼，啊建设好势，我相信哦。啊，真侪真侪，迄个老学生一定愿意来过来。迄个时阵，台南大学吼，伊要升格做，伊是台南师范学院嘛，要升格做台南大学啦。啊，所以要升格做台南大学，当然要有一个新的校地。所以迄个时阵去拜托啊，当时丹东山馆长、苏焕智馆长帮忙。啊，教育部有通过伊升格为大学。但是有一个条件啦，就是讲刷来遮七股了后，爱甲迄个市内即块土地爱交予国家，交还予国家去处分，安尼经费才有法度通去挹注遮啦。但是升格做大学了后吼，台南大学反悔啦，佮套用贵族关立委啦，各族关系去联署，要求讲吼原来市区即个校区袂使改变。因为你无改变了后，老师也好，伊就更加无爱来切割遮教嘛。伊现伫市内真好啊，所以变讲伊后来吼有成功升格啦，作为大学，但是答应苏馆长的无做到。我想你嘛知影，苏馆长为了这个代志，和切割的乡亲偌济误会、偌济批评，啊，其实损失相当的，就是切割甲台南的发展嘛。哦，所以我感觉讲伊应该爱公开。来议会报告，十几年啊嘛，伊有这个责任吗？卖干那私底下来台南市政府说明，哦，这市政府嘛无多人承担这个责任啦。公开，你直接讲，哦，啊接受议会议员的这个指教，哦，啊加欢迎地方的意见，也好报纸、电视直播，以后大家就照这个因承诺的代志安尼来行，哦，我想安尼较有可能成功啦。阿伯，我想大家安尼嘿。好，请坐。啊，咱目前吼，咱这个西港的垒球场吼，是一个军事用地啦吼。啊，伊的设施已经老旧啊吼，内底嘛无水电，嘛无这个公厕啦吼，伊的排水系统都不良啦吼。大概啦，落雨的时阵吼，球场就是。无白啦吼，大家伫遐咧训练、逛街时阵吼，脚定受伤了吼，已经造成即个安全问题啊啦吼。啊，当然啊，咱的政府一直咧推动全民运动啦吼。啊，西港吼，属性吼，一地篮球啊，即个球场有需求啦吼，即个球员一直盯紧足久啊啦吼，希望吼会当因开辟一个较完整的即个垒球场，互因来做训练啦吼。啊，所以来下一张。所以本身吼、哦，要来建议啦吼，因找足侪地，较找着即地啦吼。啊，即、這个老厝单吼，伊即个是国有财产属的地啦吼。啊，咱希望吼，啊，咱的财政处会当去啊，那个国有财产属吼协调吼，看当还无偿拨用无啦吼。啊，本身嘛已经有拜托即个公所吼。先建行文吼，去啊！这个国有财产署吼，先保留保用啦吼。啊，所以咱一家哦，咱要来吼啊，问咱的这个教育局长吼，假使咱的土地取得啦没有问题吼，你讲会当吼啊去筹措这经费啊，按开辟一个较好的球场啊吼。好，非常谢谢议员的指导哈。那如果说这个土地使用上啊哈，没有其他问题的话，这个我们来努力啦哈。就是我们也可以跟中央体育署这边哈来争取。那另外我们市府这边，因为市长也非常支持，就是社区棒球的这个发展哈，所以我们可以整体来做一个评估跟规划这样。所以你打工土地取得，你们就明年有预算吗？你也答应讲明年有预算呐、啊？我每年是有评估几个所在要做这个社区棒球场啦，哈，有评估三个所在要做社区棒球场，嘿，啊，但是目前这我们是垒球场，嘿，我知啊，我是讲西港这边，阮是。伫个咱个迄个评估内底是无解列入来吼，啊，但是咱会使来争取中央的经费来支持啊。啊，中央的经费
到底有无？你敢当去肯定？诶，这都爱迄个啦，迄、那个积极来争取啦。嘿，即马无啊多，迄个直接家己完报告讲吼，伊是毋是中央就一定会补助予咱呢？是讲吼、哦，我要问下咱财政处啦吼，咱个国有财政署的土地吼，伊敢有讲吼，如果拨用一年内，一年内咱若无去啊做建设，他要伊就无爱予咱拨用，要咱收回，敢有这条条文？规定是安尼啦。所以局长，你爱知哦，你明年。咱的土地吼、哦，啊取得啦，拨用过来，你一定要有经费，你经费要一出到位哦，一出到位，然后我都一开辟哦，就像咱的财政处讲的哦，咱拨用一档也无啊，伊就是定咧拨用啊，拢无去做建设哦，伊就是按收费，以后没有机会了哦，你要想好哦。好，是了解。咱到底咱伫那个体育署要清洁经费？嘛无，你嘛无把握啊，对无？啊，阮的迄个支持去争取啦，啊，我会含迄个财税局这边来做配合。哦，好，是，谢谢。你有听到啦吼？这怪讲的，这拨用的期限是一年哦。啊，所以咱的财政处长，咱的教育局长完咧答应啊吼，咱先较紧来做这个拨用的程序吼。啊，较紧来这个土地取得啦吼。啊，你看咧，来你回答一下。这个我们来协助了，好，谢谢。嗯，支持啦吼。是。卖讲这块球场了，你到时也无建也无拨用完成啦吼。因为讲真咧，即个球员，大家是唉声叹气啊咧。伊讲，啊，台南市遮尔好个建设，啊，大家拢遐尔好个球场，啊，咱个安南区何顺鸟咧做一个即个棒球个国际个诶即个棒球场，啊，结果一个小小的要求，咱拢也做袂到啦吼。因为事实，咱来简单讲啦吼，其实讲开啦吼，七股交西港个运动场所真正非常个少啦。你要看他没有桌球馆，没有垒球馆，没有网球场，没有羽球场，什么场都没有了吼。啊，所以就即马因为这垒球吼运动啊较盛行啊吼，啊运动的人嘛真正真侪，一直真侪咧底下咧做运动。啊，咱的军事用地啦吼，其实我嘛捌想到啦，咱这个军事用地我嘛捌想讲啊，咱先无，咱原地吼，咱原地啊，咱的起屋吼，透过经费来啊做整修啦。结果军事用地伊是无啊多行同意咱。来做整修的这个动作啊，这是有困难点的啦。所以有这个原因，咱嘛希望讲咱来啊，统筹这个经费，快当好因哦，会当啊，这垒球场来啊开辟完成了吼。啊，局长你会记的啦吼。OK， 谢谢。这是咱的南三十二线啦吼，啊，伊就是伫咱的河南。三中甲这个多摩水的社区啦吼，啊，这个社区是带真侪住户啦吼，啊，而且每七个都要家里上班的人条真侪啦吼。谢总，啊，因为咱的南边吼，这个南侧这个水路啦吼，伊的护岸老旧啦吼，啊，短面相矮，啊，咧抽水机不足啦吼，所以吼。即、这个排水系统有够歹个，大概呐淹水就对啦，淹水就是宽50公分啦吼，啊长1公里啦，啊咱公所吼，公所拢一直吼，啊用迄个封路个吼，用即个封路，啊封路变封路去就对啦。即个社区湖南山庄即、这个多摩树即社区即个住吼，甚至要上班来往即个人拢拢啊封锁伫内底吼，拢不动弹不得啦吼。啊，所以这是一个啊，真重要，因为这届的水灾吼，两台抽水机都抽袂下袂离啦吼。啊，所以咱希望吼，啊，咱的这个啊，咱公务局该当吼，尽速吼，尽速啊，找一个机会，咱择期会勘吼，择期会勘来啊做改善啦吼。因咱知影咱的治水经费大家拢要做啊困难点，啊，咱先加列为重点啦吼。啊，公务局长，你回答者。阮会回东水利局吼来会勘。哦，水利局长，歹势，我记唔对。甲伊只报告者顶个月吼，其实咱水利局已经有参公所两个公所吼，拢做位去会勘了啊。啊，目前吼公所嘛报起来，就是讲这条水路爱改善哦，差不多700万，啊，1公里外。啊，我是感觉讲，因为这是配合内水吼，要做位来改善，所以这个部分吼。这个、700万的这个经费，咱参干部局哈来讨论一下，看要安怎来筹措这个经费哈，和公所会当先来设计，啊，明年那是预算会当通过，阮得赶紧来做一个改善。好，局长，好啊，你得知影有遮这个引水这个地区，你让你知影一下啦。哦，好啊，请坐。
啊，这是阮西港的这个外坎道路要开辟啦，甲即嘛真侪东啊啦吼。啊，咱的乡亲吼，一直我建言啦吼，讲议员你要勇敢啊，市长建言啦吼。因为咱这个外环道吼，已经有设计架构啊，啊嘛有高血压人已经了解这加金啊啦吼。啊，为什么甲即听讲吼有拄着困难安怎啦吼？因为咱的内政部因建署吼，讲要保留在意啦吼，因乡亲无希望因保留在意，拢啊闲置底下无啊开发啦，啊，所以咱请咱的市长啊来做说明一下。好，迄、那个感谢蔡秋秋议员吼，咱西港外环道是第五多年来要求兴建的一条外环道路，啊，管制合并了后，咱也真无容易争取到营建署的经费补助啦。啊，那参像他拄个议员所讲，即摆已经有90%，已经协议架构钱拢领了啊。啊，即目前吼，较明确反对的是一户即两户啦。哦，啊，结果因此同伊停起，我感觉足可惜。啊，为了这件代志，真无外久，我嘛去内政部，找过内政部部长，我甲讲吼，恁现主席反对的交通流量到底需求有啊无？即伫个营建署要补助的时阵，早就拢规划过啊。啊，何况讲吼，即、这个最近咱今年三月份，这个交通运输研究所嘛已经同意讲无问题，因为咱阁请新台甲咱帮忙。啊，结果呢，同款嘛是开会的时阵，都因为一个委员无同款的意见，都阁停落来。这是咱国家足大的问题啊！你看，干那这条道路开辟哈尼啊久，哈尼啊这边唯一，所以我是建议讲后边，卖干那单纯台南市政府，咱这个公务局去，议员、地方的议员、里长、乡亲，大家斗阵来去，大家斗阵去内政部遐，充分表达地方的这个民意。啊，无我看吼，因这委员无按道理来，你心知啦。啊，我的看法是安尼。所以，其实讲一只真心话，加心声啦。其实吼，所有的乡亲都是爱你去拍拼努力啦。啊，从咱这个难题的精神啊，提出来，赶快啊，这个道路啊开辟。啊，你啊，讲要叫阮去做后盾，乡亲拢义不容辞啦。伊迄是因为我的一个心声，叫我来建言的啦。他都我甲你报告，这争取几多，那么一二十年有嘛？嗯，好不容易。咱争取到经费，几啊遍无过，我阁去找内政部部长，部长也甲处长、甲司长拢找出来。结果你审查的时阵，阁因为一个委员讲交通流量的问题，伊阁唔是讲其他的意见的，是交通流量。啊，交通流量进前个委员都提过啊，都停落来，要求咱阁找公正第三单位阁去鉴定、阁去评估，咱找生态。现在阁送到交通部交通运输研究所，三月份台南市政府嘛接受到公文，讲啊安尼拢无意见啊，内政部嘛有接到，所以现主是因为内政部这个会议有问题啦，因为委员换来换去，甚至为委员顶到吼，伊无来开会，即摆人要有结论啦，伊阁提意见，啊主席同款阁接受啦，唔是换委员，就是委员吼，阁提出新的意见。所以我之前去内政部拜访的时候，我有甲部长讲，我讲咱开会要有议事规则嘛。一个新的案子来，你委员要表示意见，你爱伫个这边还是讲后边，意见拢爱表达出来。啊，人地方政府根据恁的意见去补充、去修正，上来了后，你袂使阁有一个新的意见，甚至人迄个意见以前已经讲过啊，你即摆阁提出来，要求人阁共阁重新一摆。这种足无合理的，即除了讲西港外环道之外，吼，咱沿海国中迄个区段征收嘛是，拢一遍过一遍。你看沿海征收按丹东山馆长开始做起，二十年的时间啦，二十年的时间，就足无道理。所以吼，我有充分甲部长啊表示过，吼，啊，所以我讲吼，顶道我甲表示讲，若个无过吼。安尼，我就请乡亲大家来表达嘛。哦，所以议员，你今日即阵讲后一边闹会议搁摆的时阵，咱请公务局去之外，哦，咱地方的议员、地方的里长、地方的乡亲，大家到阵来去，充分表示一下意见一下，安尼好不好？
市长，你真辛苦，但嘛真肯定啦吼。你嘛真有迄个诚恳甲耐心吼，啊，突破一寡吼，无啊大项个做个工课。其实伊无了解着阮个西港区即个生态啦吼。阮个西港啦吼，就我还袂做议员，甲进做议员，依然无改变啦，是因为安怎？逐日啊，逐区拢有即个外宽道路开辟，西港无啊。啊，西港无为虾米？因为伊即个中山路吼，因为伊不熟悉，伊嘛无当去停车啦吼。哎，无当去停车，伊居民的生理就无在调去做啦，无在调好做。你啊看，迄车就是拢过客尔啦，驶会过尔，吸着拢是油烟啦。你啊看难得啦吼，咱的西港的麻油已经兴销啊，一个麻油锁啊。你啊看啦，到冬天就像市长讲的，到寒了烧着阮西港的麻油。啊，阮的西港茶香，阮的西港瓜香。你啊看一寡96砖头，一寡民俗的即个顶头。你啊看地方。啊，遮呾好个一个先天的条件啦吼，为着一个外宽道要开辟吼，啊，你也看阻碍着地方个即个发展啦。因为西港吼，西港你也看啦，地方产色宗教的发展拢无啊，得以发挥啦。至少你也看七个人有观光会当开发，西港拢无啦。西港你也看，只是讲一寡要去啊，要去科工区上班的人啦吼，啊，一寡要过台南的人，安尼开个就过尔啦吼。所以我相信市长你这建议较辛苦，乡亲的来收听啦。为啥我今仔日都来摕这个西港的外环道路来过来来做一个啊咨询，甲互你做说明，就是乡亲吼，足侪人啊讲，你要勇敢建言，吼，咱市长勇敢替咱拼啦吼。啊，所以一只吼啊，替乡亲感谢市长的辛苦啦吼。哎，咱的嘉里游泳池啦吼，同款哦，要感谢咱的市务团队用心规划吼。啊，这个嘉里的游泳池闲置底下啊，做一个活化再利用啦吼。啊，这个活化再利用，咱嘛要啊规划做一个啊休闲的活动中心啦吼。啊，我有问咱的公所吼，啊，这个进度吼，伊讲吼12月7日，咱的休闲活动中心有可能要来招商啊，到底有无我唔知啦吼。啊，所以咱问咱的啊教育局长，你回答一下。是，跟议员报告哈，因为嘉里游泳池呢，已经经过就是府内几次会议，都说要做这个活化再利用，而且要作为民众的运动休闲的空间嘛哈，啊，所以今嘛公所呢，伊有去请这个建筑师哈来规划啦哈，希望讲会用真正符合咱的民众的需求安尼哈，那伊这两礼拜有过来报告，就是讲因的规划理想哈。欸，要做这什么形态安尼吼？啊，但是咱即马就是讲，请公所这边吼去找一寡可能的这个这个运动的这个相关的产业啦吼，来做咨询啦吼。所以咱12月7日要开的这个会议呢，不是招商哦，不是招标，是要来请一寡这业者吼来做一个咨询吼，咱真正设计爱符合实际上的这个需求吼，来做这个评述。嘿，以上。嗯，局长，其实咱唔听讲吼，咱来这个哎呦，这个一寡相关这个企业吼来做这个活化再利用来做招商啦吼，因为咱吼乡亲有建议吼。咱有另一个思考方向啦吼，咱是来做产学合作啦吼。因起码做一囡仔吼，伊要去做一个即个学习嘛，阮去到外关去啦吼。咱是每当为哦一挂即卖科技大学即个运动休闲科系吼，来做经营管理啦吼。有可能会讲降低成本吼，或者活动的人的收费嘛免遐悬啦吼。啊，你啊评估看卖也可行性啦吼。咱不用限制讲一挂。就挂在这上面提示两个，这厂商嘛不用限制安尼啦吼。好，谢谢议员提供这么好的建议哈。这个我们呢也来跟我们就是说台南地区哈，因为咱有几个科大应该是嘛有这关运动休闲的科系啊哈，那嘛是来跟因来看会用做一个合作呗哈，来评估一下。是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，感谢大家哈。啊，本席的咨询哈到这哈哈。啊，即啊，一摆控员俩渐渐进入尾声吼，啊，一只感谢咱遮个市务团队个即个努力吼，对咱地方个即个治水教育啦吼，啊，一挂工程，一挂农水路个建设啦吼，啊，感谢市务团队啊，咱个市长个带领之下，啊，大家拍拼啊，将咱地方个需求甲心声拢听入去，啊，把即个执行力啦吼，拢真好啦吼，啊，我一只代表咱个乡亲，感谢大家，大家辛苦，感谢。
好，感谢蔡所秋金议员。啊，即马休困到11:30，甲继续市政总质询。